来学一下 GPS 那些东西好了。你现在要学了？对啊，想说水泥那么多，可以坐来玩玩。你需要一个 GPS， 我觉得你需要。我们有那个追踪器，可以把它放到活物上来定位，感觉很酷哎。所以就是不怕宠物。我做一个给你。宠物遗失。我们可以坐在那个啊风神身上啊。可以放在活物上定位。好像有点丢哎。哦，我已经换装了。哇！很保暖的感觉吗？你看一下啊，我在你后面。你是维京人啊你？哇！不好意思、啊你要拿斧头，你要拿斧头。斧头是超像的，是剑哦，维京人。好有趣哦！超好笑的。走了呢。哎、欸，你知不知道那个羽毛啊？就是我现在穿那个毛皮大衣。嗯拿地图还会有毛插到地图里面呢，完全挡住我的视线。你的毛太多了。对啊，那个手的毛都已经插到地图里了。人家都说点高那什么毅力，我真的觉得点再高都没有用啊，那还是会冷啊。我觉得我被骗了。有啦，有差啦，就是至少那个再也不会被晕了。扣的比较慢，是不是？对啊。还有那个啊，被麻痹，以前一下子就晕倒了，现在不会了。现在比较不会晕倒。三十五、十五，应该在这附近呢、啊。奇怪，怎么不见了？还是在这里面。哎、欸，风神翼龙又跑掉了。应该就不会跑太远吧？我记得它飞的都还蛮慢的。奇怪，怎么不见了？风神，你去哪里了？我又飞回来了、欸。不能让那个风神逃走啊！好不容易又飞回来了、欸，穿着毛皮、欸。我跟你讲，我从二十五十飞过去，好不好？所以。那个我在这座山附近呢、啊。左边如果是 Y 轴，你就是你跑 Y 轴，我跑 X 轴过去，好吧？嗯，我现在在那个、欸、十也是十几啊，就是二十几那一格里面。二十几，不然你往十十那边走看看啊，然后。二十十、三十十那边走。十十，我都快要到十十啦！我已经看到十十那一座岛了、欸。啊、哦，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我这边我没办法支撑太久，我这边会冻僵啊。哎、欸，所以毛皮真的差很多哎、欸。啊，我是低温，扣血。我的火把坏掉了。太奇怪了吧？跑去哪了？我来这边走走看，我未来的日子该何去何从？我也不知道了。我不可能看错吧？我现在都开始怀疑我的眼睛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你有看到"风神翼龙"这四个大字吗？当然没有啊，不过看那个形状就是风神翼龙啊，不然我截一张图给你看好不好？风神吗？风神。在哪里？看一下。对，在这边，在这边，在北方。感觉北边就是，找到了。吴秋风，找到了。你被恐龙给杀死了。什么？我被恐龙杀了。你被恐龙给杀死了。哎，怎么样？我一进来，免洗街一号死掉了。我一进来就听到惨叫声。免洗街一号死掉了。哎。我才刚进来就听到惨叫声。哎、啊，你记得自己的位置吗？你当机有图片可以看到你的位置吗？不然没有，超级难捡。或者是你自己看有没有办法捡到？我可能要自己去看哦。可是老鹰还在那啊，老鹰哎、欸。嗯，蝎子跟你死掉，老鹰还没死。
所以我就是要飞到老鹰那。怎么看他的 ID 呢？你找到了？他没有带那个望远镜，你找到了？感觉像是啊。我有带望远镜。风神翼龙找到了！你找到了，太好了！我先去捡我的装备，捡到才能帮你拿。天哪！我跟你讲，我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我在八十十，八十十五，八十十五，最西南方！天哪！天哪！怎么都在那种鬼角落啊？他是怎样啊？快抓走！哎，我看到飞鹰六四了 ，nice。那应该是在这。啊，希望你可以找到尸体。应该是这一包吧？全部拿走！哎呀，哎哎哎！等等！小心啊，小心啊！等等！再死掉就好笑了。赶快飞走！赶快飞走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！快！快飞！啊，笨蛋！哦，负重过重，飞不走。为什么负重会过重啊？你不是骑老鹰啊？哦。不是骑老鹰的关系哦，然后我又多带了一点肉，身上东西一定很多，不然你就把翼龙看有没有东西可以扔掉。搓三下，把枪龙扔掉好了。哎，可以把肉扔了，把腐肉丢掉了。快打笨蝎子！我都在想，是不是还是用人抓的射会不会比较好？这太慢了。你刚刚不是这样讲的啊？因为我只是想到上一次，感觉那个载人超难载，有没有？好，我收服了。不是啊，我已经打到蝎子了。收服过来。快要好了。我们和两人力量说不定会更好。对啊。我等他一下哦，快，应该快好了。好了，免洗蝎来50-40，我们去了，我们去找巧克力河流了。快河流啊！我要看一下在背上爬都不打，我快50-40。所以你看我刚刚的抱怨不是没有理由的，真的快要崩溃。我来调一下。攻击模式主动攻击啊！我跟你讲，真的很难打。攻击模式哇，他是这样穿过我，我这蝎子也不打，我太崩溃。好了，主动攻击哦，这个再不打我也没办法了。专业戳戳。你看我这样也没戳到，会崩溃。好，给你戳，我去休息一下好了。好，我去专业戳戳了。你不是，蝎子白痴要掉下去了，蝎子跳海了，蝎子，你在干嘛？你干嘛逼他跳海了？他主动攻击，他自己跳海，我怎么办吧？我就在他旁边，他为什么不戳？哦，知道啊，把他停在里面就没事了。他八七了，他为什么不戳？你不要让他的那个昏迷值一直下降啊，受不了啊！我在你讲的那个地方。照理讲就要搓了，我的针就在他脖子那里，他竟然就不搓。跟你讲超难，你自己感受一下，真的很难。我感受到了，好不好？可以搓了吗？你太下面了啦。不是，那个是卡住了，可以搓了吗？哦，终于搓了！有，恭喜你搓到第一下，搓到一下就好了，大概搓三下就要去休息了。我觉得他既然在家附近，我们要尝试就是你载我看看，要不要？你觉得那真的会比较好吗？对，
你飞回来，因为用麻醉枪的那个麻痹，没有没有，因为还在家附近嘛，你先把蝎子放在笼子里啊。你已经放弃蝎子了是不是？没有放弃，我只是想说试试看，哇，绝对不会放弃蝎子的，好好好好好好好乖，好，来啊，赶快来，我来，骑我这只，骑我这只，骑你哪一只？骑我，骑我的，骑我的，鹰隼武士，体力比较多、啊。好，来啊，你在哪里？在这里。我抓到你了。麻醉枪哎、欸，拜托，麻醉枪的这个麻痹效果不同凡响啊。你有看到他吗？有，还在前方，不是吗？前方？没有啊，没有啊。上面的吧，刚。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你这样，你这样打会打到我吗？要绕到背后吗？对，就是我瞄从我们的屁股那边瞄出去。好好好。所以你要用屁眼看到他，我就可以了。用屁眼看到他。屁眼攻击正面很容易打到你。好了，屁眼攻击了，应该可以了吧？要飞快一点吗？有飞更快一点，让我躺在他背上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这只绝对没问题啊。这样子射，绝对不会有问题吧？中了、哦。对啊，欸，我觉得这样真的比较好啊。这样真的比较快，是不是？不要再两只蝎子戳了啦。对啊，麻醉枪一枪那个麻痹效果是多高啊？拜托。拜托，你大概打个20枪就有机会了。第二枪，还要再快一点吗？哎，转走了，没有，刚刚那样子非常好。哎，转走了，他转走了。转走，哇，这样多好啊！屁眼攻击，屁眼看就不容易看到他说。我容易看到他，就是你的位置比较巧。可以了。有打到角角吗？有，还要冲了，还要冲了。继续追。哎呦，合作无间啊！他在前方，还在追。不知道，不然前方我射一箭看看、啊。哦，有哎、欸，可以，这样也可以。因为之前射前方很容易打到自己的，可能要再往前一点、啊。他这个飞好快啊！我升级的声音。有哎，刚、欸、好又回家休息。好，把你丢在地上。有，我要点一下哦，耐力又更高了。你点了谁？你点了翼龙吗？你已经把它点好了。对，点好。太神了吧！他还在上面吗？然后你看，我还跑到你前面，等一下你只要一起飞就可以抓我。哦，你拉一口大便，一起飞就可以抓你。好了，可以起飞了。呜呼！呜呼！哇！完美合作啊！又靠近了，看能不能在这个晚上收服他。晚上到来之前， okay. 已经又多中了9发了，从刚刚计算开始，所以应该已经差不多射了15发左右了吧？有这么多吗？嗯，计算之前就射了5发，所以差不多15发了。所以我们大概休息个3到5次有机会。对啊，你那边有麻醉枪子弹吧？我这边只有1发而已。这边就1发，我这边还剩24发，应该是可以晕的、啊。可以吧？你全部都射在他头上，应该就有机会了。有啊，脖子算头，脖子算头，谁可以讲的？算了，差不多啊。哎、欸，他转方向了。哦呦呦呦，这个位置真好、啊！哎、欸，我们被他打一下，欸、有到你吗？啊，没有，刚刚晕到自己人了。有伤到你吗？刚刚一下有。我先赶快喂一个兴奋剂啊！他有了，晕眩值消失了。晕眩值明就还有。可以先瞄，可以先瞄。好，因為我很擔心啊、打完这一下，等一下，还是这一下先不打。可以，你瞄正。我想说他在家上面先下去休息。
好好好，也可以。正好在家上面。你身上有很多兴奋剂吗？我没有，我没有带兴奋剂。蛮兴奋剂一罐好像蛮给力的。我刚喂个三罐，它就完全就恢复了。没有了，它已经没有了，没事哦。我抓这一只都痛苦哦。没射到。有打到背？有吗？有有。没有哀嚎。哎、欸，它要再往下降了，是不是？哎哎哎，对对对，它往下降了。先不用射了。所以它飞起来了，是吗？哎、欸，哦，哦哟，到底有没有啊？刚才在打头哎、欸，打头世界晕呢、欸。我刚刚真骗呢、欸，我以为它要降落了。梦神翼龙是不是不能驯服啊？可以啦，一定可以啦。这个安一定是骗人的、啊，骗人的、啊，骗的。我跟你讲，我这边打那一只，一定马上就晕了，好不好？打到他的刺，打到脖子。哎、欸，你现在就在他的那个，感觉你我打往前走就可以碰到他了。对啊，我刚刚已经摸了他一下背。对啊，你刚才感觉就踩在他的背上了，然后他还不给我晕，我这还能说什么？有了，中头啦、哦、照理讲应该往下啦。他怎么可以这么厉害、欸啊、这是麻醉枪哎、欸。等一下你点一下飞行速度好了，不要点耐力，点飞行速度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这只飞行速度已经是顶尖的了。真的是点很多了。是哦。不然怎么追得到啊？点一次也才加 2.5 而已。再来再来，都会往下偏一点。它、欸、往，它飞太远了，嗯，快没体力了。有有，还有400，还有400。我想要让它偏回去。它有吗？哎哎哎，晕了晕了晕了！他掉在哪里？他掉下去了，直直往下。终于啊，他晕了！秋风，我们成功了！我们成功了！我们成功了！这里安全吗？成功了！放我下来！我正在放你下来了。放我下来，右键放我下来。右键放一下。哎、欸，可是他在水里耶，会不会很危险啊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他在水里耶！水里没关系，水里没问题。怕的是食人鱼而已。不是，氧气在下降啊。有吗？有。可是暴龙氧气不会下降啊。会吧？氧气下降，他已经氧气要没了。哎、欸，烂透了！烂透了什么鬼？你先把那个食人鱼干掉。什么声音？白痴哦！我这边。有没有一些生肉可以放啊？我这，我打死冲头龙了，打死迅猛龙。哎、欸，哪有人刚好摔在水中的？他是白痴哦！你那个武士，我被他气死了。会死吗？会吧。可是我记得我的暴龙也是在水里面收服的、欸，死了，死了，死掉了，烂呢、欸！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很烂呢、欸，什么鬼啦？哦，我哭了，哦，可恶，什么烂东西啊！然后给的东西也有个烂的，不得力，哪有这么衰的？小宝，太衰了吧！我们再去收服一只啦，北边还有一只啦，什么鬼啦？20等的梦神翼龙，落水而死，刚刚好。晕的时候你给我在下面，哇！为什么不偏一点在岸边、
对，哎、欸，它完全只要再偏一点点，就是浅水滩，然后它偏偏刚好是正中心的深水区，哪有这么扯的啦？做坏了啦！这有问题啦！